即舊日的足跡啦。嗰度咧，你就曾經就話你唔知道阿妹係病嘅。雖然你係佢最後一場演唱會嘅音樂總監啦，咁樣。咁其實你當年嗰、那個即係見到阿妹嗰種嘅堅強法，係咪依然印喺呢個腦裏邊咧？係啦，即係。我記得嗰陣時做咗麻醉，每一晚咧，即係其實都有啲唔開心嘅，因為咧就見到佢，就覺得第一個咧見到佢喺個樓台嗰度咧行入去，即係做完裝修之後咧，就行入去嘅化妝室咧，咁佢就即係佢同我似似乎係講話，我又過第一場啦咁樣，咁我哋大家都俾 good show， 即係叫做加油咁樣，咁啊係希望俾啲鼓勵佢啦，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喺台下邊。彈琴咧都彈開心嘅，因為我睇到佢上面有時即係覺得佢係即係有少少啊，即係行咗天梯，係咯，嗰度有好高啦。咁但係畢竟佢真係好有鄧智力咯，同埋呢樣嘢我係好佩服佢。因為阿妹咧一生人咧佢都即係好第一，佢好為得人啦，佢有義氣啦，都凡佢自己咧嗰、那個鬥智力係好強嘅。係啊，咁啊。梁妙良咧，前面講咗即係臨尾嗰 part 啊，我想一緣起兜翻前面啊。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草蜢同阿妹姐嘅關係都唔使多講。咁應該喺 Q 就 Q 翻到嗱，梅艷芳就82年呢個新手啦。你哋好似係84啊嘛，應該由新手都係由新手開始。我係85年尾就參加佢嘅演唱會做嘉賓，開始認識梅艷芳嘅。咁嗰個緣起係點咧？你不如又聽下而家。其實因為我嗰時係做完呢、這個新手啦，參加新手之後咁就落敗咗之後咧，但就梅艷芳得到梅艷芳嘅賞識啦，咁就梅艷芳有一日就揾人揾公司嘅同事打俾我哋，叫我哋去同佢一齊玩演唱會，咁就係咁樣開始我哋嘅旅程啦。喺電影咧，但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咧，其實梅艷芳喺作為一個朋友嘅另一邊咧，我想帶出幾點嘅。第一，好多人都讚佢有情有義；第二咧，佢喺佢生命之中嘅後期，其實佢做咗呢個演藝人協會嘅第一任呢個女會長嘅時候咧，都做咗好多嘢。佢又即係搞一比99啦，又為一啲咩裸體照嗰啲又出嚟，咁好多人都話佢係即係又好大方嘅，喐下搶住爭俾錢嘅。咁喺呢方面，有甚至有啲學友話佢係成個女俠咁嘅。咁喺呢度作為喺呢個舞台之後嘅梅艷芳，你哋認識可唔可以又講下，同啲歌迷同啲朋友分享下你嘅自己有邊一兩個 moment 係最大印象，係反映到佢嘅個性呢？其實佢做好多嘢都係唔會為自己嘅，淨係為人嘅啫。咁佢係咁多年都係咁。有冇咩特別？好無私嘅佢。有冇特別為你？有特別錫你嘅意思？即係我意思係為大眾，為大眾同埋為我。係。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就真係好需要去學習嘅一樣嘢，即係永遠都唔係話，因為而家好多人咧都係為我冇喎，我乜嘢喎，成日都係我，點解唔會話喂你啊咁樣？即係會喺人哋嘅立場度睇咯。咁所以呢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學習。係。咁啊，即係最難忘嘅係有冇邊一個時刻咧？喺佢做好多公益嘅事務咧，佢都唔會好高調去做，反而佢係好低調去做一啲公益嘅事務啦。咁有一次就同我哋即係過冬嘅嗰晚，我記得咁啊過冬，我哋大家一齊食完飯之後咧，佢就 book 咗兩架車，就裏面裝滿所有嘅棉被，佢自己去俾錢去買嘅。咁買完之後咧就。同我哋一齊去一啲露宿者街頭嘅一啲點啦，我哋就走去送一啲棉被俾一啲露宿者。咁我覺得呢一樣嘢，呢、這個舉動咧係非常之好咧，因為佢係出自內心，亦都唔係話要攞宣傳啊嗰啲咁。咁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。對你有個咁好嘅影響，俾多啲掌聲。我哋都唔知，而家錢仔唔攞出嚟都唔知。好怪啊！佢都唔係話有事。當然咧，有時候都合理嘅，要宣傳都要嘅，作為一個形象，一個偶像。咁啊 ，Andrew 你自己私底下有冇咩特別難忘嘅事件咧？你即係我同佢喺錄音室裏邊咧，即係有好多即係好珍貴嘅 moment 嘅，但係多數都係開心嘅。係啦，我想講佢另一面喎，即係有時你知佢嚟到電台咧。就係好大方嘅，有時攞飲茶咁樣，但其實佢個人，我自己雖然接觸唔係太多，間中其實佢有好搞笑嘅一面嗰啲嘅，
係嘛？你覺得佢係咪啊？我覺得佢係咪？好似鍾無豔去做呢、這個嗰啲搞笑戲啊，咩審死官都得嘅喎。咁呢方面我都知道你嘅，有時講笑話都好得意嘅，係咪啊？喺度，佢又冇乜點樣，佢同我都好正經嘅。係因為你好正經嘅我哋都冇乜嘢，即係但係大家都好多嘢都有事啊。佢俾好多意見我嘅，即係叫我雷永亮，你真係要諗下，即係啊，譬如男仔喺台上邊啦，千祈唔好即係跳得太過分。佢即係意思話，你實在係唔係好適宜跳咁樣咯。但係回翻錄音室嘅時候咧，我就覺得真係要賺啦，因為佢永遠都係背好曬歌詞，喺屋企練好曬歌，佢先至埋位，即係喺錄音室一入去就唱㗎啦。係啊，你對得佢喺錄音室，錄音室錄音室，已經攞多咧，你攞啦，攞啦，名嘅都攞成錄音室係咪？舞台有幾多？我咯，舞台絕對我係啊，舞台有幾多？但錄音室有機會喎。温春色喎，李成同佢做監製，佢都好多喎。其實佢喺錄音係好，即係好職業嘅，好 professional， 一節節都記曬歌詞嘅。不過佢會遲至到三點分喎。我哋真係上場約唔到佢啊！跟住我兩三點分喎。咁你哋點樣去即係處理佢呢一個嘅？雖然佢遲到，但係佢。即係見到佢又忙上勞啦，佢一嚟到之後咧，就全部都做翻曬所有嘢。好啦，又係時間翻嚟啦。咁咧就又係14號咧，阿陳美玲會應承我哋會繼續多啲講下佢音樂方面啦。咁我記者到時嚟唔嚟啊？記者我再出個位電話訪問啦。佢忙啦，佢跟住要去粵中嘅演出啦。哦。不過咧呢度咁樣。嗱，頭先咧就阿 Patrick 唱一隻歌啦，即係我冇辦法唔考下佢嘅牌，睇佢係咪真係 Mason 嘅 fans。我想我哋清唱自己揀幾句，除咗心形是冷之外啊，都係嗰隻。咁你最懷嗱，其中咧就未必一定係最中意嘅，即刻清唱兩句《以是懷念》好唔好？我哋一齊唱咯。啊，你嚟啦嘛？哦。望着我一齊一串嘛，一齊唱啦。滿懷念，無淚也無言，望着天一邊，只感到情懷念。我的心若是小木船，遠景不見。但仍向着前，誰在命裏主宰我每天掙扎？情海裏面，哇！再唱落去。啊！中年好聲音，周國峰呢個評判，你會鼓勵佢唱咩歌？同你會俾咩分啊？我會鼓勵。係咪再唱快歌啊？梗係快歌咯。唱快歌。如果60歲都可以 handle 到一首快歌，你知阿妹姐咧，佢係永遠喺個舞台上面，佢唔理啲咩狀況噶。佢一搭上個舞台嘅話咧，佢係渾身解數。所以我相信妹姐60歲嘅話，佢一定唱到好似20歲咁。冇錯冇錯，係邊一首？壞女孩啦，咁梗係。壞女孩。因為壞女孩咧，曾經何時咧喺啲地方咧係被禁過嘅。我覺得呢首歌咧，哇，嗰一種咧，阿妹係嗱，正如阿鄭老師所講啦，似水流年。妹姐唱得最好啦，壞女孩又是妹姐，我中意佢唱夢伴多啲喎。係咪啊？有得有得。我覺得如果佢唱壞女孩嘅話咧，哇！我哋可能係十盞燈咯，唔係五盞燈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就呢一 part 多謝曬 Kitty 啦嚇。如果再想多啲知道梅艷芳喺音樂啊或者其他成就，14號我哋仲有，不過依家要做評判啦。好多謝今日啲嘉賓係百忙中蒼嚟，因為咧本來就約曬佢哋咧。就係星期日啊，不過點知爆風球就改咗，佢哋都再係換個時間出嚟。我哋俾啲掌聲好嘛？前面嘅嘉賓，多謝曬，多謝啊，蔡一傑啊，多謝老師啊，仲有咧嘉賓永亮啦，多謝好多好多好嘅朋友，多謝我哋新聞界嘅朋友，多謝上面啦，有啲心情，多謝我哋啊，遠方嘅康生會嘅所有朋友。就嚟到今日更加重要日子，就係10月10號，仲要係今年係佢60歲生日嘅。咁呢個時候我唔講咁多啦，好精彩嘅揭幕就要開始啦。我要隆重介紹 K
其實2023年就是阿妹姐逝世20周年啦。歌迷會方生會是有很多很多紀念活動的，由11號開始呢，經已在新世紀廣場，我們有這個梅艷芳的傳承永恆傳奇，梅艷芳的多媒體紀念的活動的，大家可以去欣賞一下阿妹姐的一些特別的造型啦，最重要還有她紀念品的慈善義賣的，所有得益除了少少必要的開支之外呢，都捐錢給香港關懷力量的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財日傑先生，嗨，剛才出場過的啟動儀式很簡單的，我們嘉賓手上有張黑膠碟啦，大家你可以令左或者令右都 OK。 三二一，转哦！ Oh, 要大家工作人员前面看，我这个角度未必看得清楚，要望去你的左手边的传媒，好，大家期待已久的2023梅艳芳小姐的全新形象的，兴奋点去看2023的妹姐新形象。三二一，妹姐，欢呼啲，欢呼啲！我哋，唔该唔该，兴奋啲，兴奋啲！妹姐 ，Happy birthday， 你错！And yet more 2023 reborn。周国峰老师，新年好声音，还有余振东先生，他唱妹姐的歌，以男声去唱都非常好的。陈涛安哥哥，安安，接下来我们有妹姐的演唱会的，是华星编室董事是文迪先生，罗启豪先生，陈祖儿。大家一齐讲 ，Anita 妹姐生日快乐 ！Anita 妹姐生日快乐，我哋嘅永恒传奇。Anita 妹姐生日快乐，我哋嘅永恒传奇 ，Happy birthday！ 哇，辛苦晒代哥，不过大家嗰个体能都唔错啊！完全你即刻唔使輔助都可以。Anita 60歲生日快樂 ，Happy birthday！ 我是想念你，我哋都好想念 Anita。